我是阿 Ken， 阿 Ken 是我，阿 Ken TV 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不是阿 Ken， 我是字幕君，因为技术上的问题，今天由我来代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阿 Ken 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槟城的这一个 Moon Shop， 也就是这一个 Forest Canteen 这里呢，吃我的午餐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对这种手做的这一种植物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这里哦。森林食堂在 Moon Shop 的六店里，这里没有实体菜单，菜单在 QR Code 里，要用手机来扫描哦。月森是个工作坊，也是森林食堂，有咖啡，有美食，有手作活动。食堂里的菜单会随着店家所购买到的食材而变化。阿 Ken 点了份香煎咸鱼肉饼，有肉饼，有秋葵，有汤，还有太阳蛋盖饭。这里的食物整体上还蛮好吃的啊！来，我喂你啊！呵呵呵，记得要订阅阿 Ken 频道哦。好啦，字幕君要下班了，记得要分享出去哦。拜拜喽，我们的爱你哦。